在台湾灯会倒数第二天，台北市长柯文哲与夫人陈佩琪前往屏东参观，从居委来复主灯逛到无人机展演，对照这号称史上最美灯会，想到被骂成史上最烂灯节的台北灯节，柯P也只能认输。规模更大，这个科技更先进了。觉得比台北灯节强很多吗？我觉得这比我们还好。当着屏东县长潘孟安的面承认技不如人，难道是对民进党示好，绿白合作有机会？本来就有交流啊，这个感情有更好吗？本来就很好啊，不要乱动脑啊。虽然灯会办得不如人，却没影响柯P人气。两夫妻南下赏灯，现场民众却抢看柯P，人潮涌上前争相拍照，还排队玩机长。眼看人潮越来越多，柯本自发组成的自卫队也下场帮忙手工拉出防卫线，而民进党立委也一路黏梯梯，对照下午见阿扁，绿白距离考验韩柯感情。记者屏东综合报道。